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学习抱单腿摔技术。首先学习正抱单腿。一，正抱单腿，从左实战姿势开始。对方用拳法攻击我头部，我积极下潜，躲闪来拳的同时，上左步与对手两腿之间，或站立缠斗中，我迅速积极抢占有力把位后，迅速下潜，左臂环抱住对手左腿的大腿内侧，右臂环抱其膝部，或双手搂抱其膝部，肩部与对手躯干贴紧，头上抬并贴紧对方身体一侧肋部，以防止对手对头部的反击，用肩胸压紧对方大腿根部，之后整个身体用力下压，并可配合侧部拍使对手失重，从而将对手摔倒。倒地后继续控制其双腿，及时过腿并占据有利位置。动作要领：头上抬并贴紧对方身体一侧肋部，肩胸压紧对方大腿根部，二，用整个身体的力量下压对方大腿根部，从而迫使对手失重。三，摔倒后双手继续控制其腿部，并迅速占据有利位置。接下来学习正抱单腿转抱双腿。正抱单腿转抱双腿，从左实战姿势开始。对手用拳法攻击我头部，我积极下潜，躲我来拳的同时，上左步与对手两腿之间，或站立缠斗中，我积极抢占有力把位后，迅速下潜，双手正抱对方左腿，之后我左腿跨步到对手右腿外侧，并贴紧其右膝后大腿内侧部位，同时左手环抱其右腿，右手继续搂抱其左腿，从而转化为抱双腿。我头部应紧贴对方身体的一侧，动作不停，右脚向左前方用力蹬地，推动身体向左前方冲顶，迫使对手失重倒地，之后继续控制其双腿，及时过腿并占据有利位置。动作要领：一，左腿跨步的幅度要恰当，紧贴起右腿后以阻挡其后侧，以牢牢控制对手右腿移动为宜。二，右腿向左前方用力蹬地，双手内旋回拉，头部向左前方用力，整个身体协同用力，迫使对手失重倒地。接下来我们学习侧抱单腿技术。侧抱单腿，从实战姿势开始。对方用拳法攻击我头部，我积极下潜，躲过来拳的同时，上右腿，双手环抱其大腿，或站立缠斗中，我积极抢占有力把位后下潜，头在内环抱其大腿，我肩部胸部贴紧并下压对手大腿的根部，头部紧贴对手胸腹部，身体协同用力下压，迫使对手失重倒地。倒地后要继续将对手的腿上提，以及时过腿并占据有利位置。动作要领：一，头上抬并顶紧，
二，双手紧紧锁抱对方腿部后再迅速上台。三，转位接腿以后要在控制对手的基础上实施其他技法。同学们，这节课到此结束，再见。